生日快乐，我在藏的。看看。2010，感谢这一年，我和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唐一样消失了。2011，唐阳变成了样哥。2012，我的作文发表在中学生语文上，样哥用他的奖学金请大家喝奶茶庆祝。2013，毕业典礼那天，我们几个在江边坐了一晚上，直到日出。2014，样哥考察了一下我们学校的食堂，我写了第一篇美食点评，荣成高校食堂排行榜。2019，样哥陪着我们加了一个月班，做好了商业计划书，我们融到了 A 轮。2020，这一年样哥一边写论文，一边在一休上写了70多篇美食点评。2021，样哥入了惠商的管培，要去外地轮岗，但第一届一休好吃美食榜发布会那天，他赶回来了。2022，样哥终于调岗回来了，我却不想他只是我的样哥。13年，好长好长的时间。是啊，13年，你从唐阳变成样哥，再变成我最爱的唐唐。我希望你在我身边能够永远幸福快乐，然后我们会有好多好多个13年。我之前看到所有有关于糖果的首饰，都我忍不住想买给你，但是这个不一样，这个是我专门请设计师给你定制的。生日快乐，糖糖。我觉得好幸福啊。哎呦喂。谢谢你，蒋师爷。